传统的歌戏有新的突破，春美歌戏团以波斯风格拍着奇幻的歌戏《夜王子》，唔难合中造型，甲传统的歌戏真不同款，像故事拢是改编西洋的小说，做回来看麦。华丽的波斯风风格合中，搁融合中东苗疆的民族风格，配上传统的歌戏。这出《夜王子》故事是改编来自西方正出名的册《人性的枷锁》，是歌戏内底正罕得看的奇幻剧。一种突破，一般在歌仔戏来讲比较少有，那也希望都能够创新，做点特殊的东西，让观众朋友来欣赏。团长郭春美是演一位出身正高贵，可是目中无人的王子。这种个性无意中伤害到正在身躯边的人，伊希望会使透过戏剧和观众来唤醒人性。现在的社会啦，有很多人都是蛮自私的，他会想到自己，不会想到对方，他完全没有同理心。我们借着戏剧哈，再把大家哈，给他们一个提示。拍着这出风格正特别的歌戏，编剧是今年才34岁的许芳慈，也唔过在。遗憾的是，剧本才刚完成，伊就因为拍片过身了。剧团希望会使用精彩演出，让伊行到无遗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